怎么会这样？我才跟手下没说几句话，桌上的礼物就突然爆开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查出真相。小道，你还在改的信息库？哪有？我在想，到底有什么人可以改？年轻时候的习惯，一下子是改不了的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是不是你做的？7月26日起，中视频道《飞越龙门客栈》。